元丰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是在嘉靖元年改称的，以前1768年叫做天后宫，大树底下有一口水井，当时那时候啊，有228事件的话，把那些人呢、啊，在这个地方聚集。Hello everyone, Jordan here. Hey, this is Joyce. Hey, Jordan, where are we today? Well, today we're at Toqiang Qin Yuan Gong. 对，我们现在来到台南的第一妈祖庙，Toqiang Qin Yuan Gong，也就是宜兰最古老的妈祖庙哦。Jordan，你知道为什么这里又叫庆元宫呢？哦，因为叫庆元年吗？对，因为嘉庆元年的时候，原本我们就是叫做天后宫，那因为嘉庆元年，我们又把它改称为庆元宫。对，那这里还有一段伤心的历史，也就是有关于228的故事哦。For those who don't know, 228, according to 228.com.taiwan or .org.taiwan, was a massacre that happened. It became a national holiday here in Taiwan.When the military declared martial law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island, and well, a lot of innocent civilians, unfortunately, were imprisoned and perished. 那待会我们也有庆元宫的主任委员来介绍这座庙还有228的典故哦。那 Jordan， 你对宜兰啊，还有庆元宫这座庙有什么感觉呢？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This place has all the check marks. It's near nice hotels, restaurants, the old street, and the train station. We're all within 5 to 10 minutes of walking. I recommend coming here if you're ever in the area. Also, of course, the staff here is very, very friendly. Okay.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宜兰这边的好山好水，还有这边浓厚的人情味。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认识台南第一妈祖。哎，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我是庆元宫的前主任委员林文渊，是，也是现任城北里头城镇城北里的里长。好，你好，你好，里长。那可以麻烦您帮我们简介一下庆元宫的历史跟它的故事吗？庆元宫啊。是1768年哦，乾隆皇帝建造的，是由台北林汉生岳父哈、大户的人家来这个地方哦，招募会员，招募这个妈祖会会员盖庆元宫。那时候1768年是乾隆皇帝的时候哦，是叫做天后宫。天后宫，那就从这个正殿那里啊，小房子一直盖到1796年嘉庆皇帝的时候啊，元年，全部从这个前殿，还有那个中间走廊，还有那个哈、这个前殿哦、全部盖好了以后是1796年，啊，1796年到今天是254年，所以叫做开南妈祖。开南妈祖是由这里来，开南妈祖是由头城哦，庆元宫开始一直往宜兰那边延伸过去，才有宜兰的那个这个妈祖庙。这里是到今天为止254年的历史。啊，这边哦的东西哦，雕刻历史哦，全部是由大陆哦用那个船运过来，船运里面有压舱石。那个木材啦、石头啦、石雕啦，就当时运过来。像这个龙柱是吧？龙柱就是哈、这个庆元宫最原始的原因啊。所以这个庆元宫啊，到今年已经有254年的历史了。是，那我们知道庆元宫的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是在嘉庆元年改称的哦，以前1768年叫做天后宫，一直盖到1796年的时候，嘉庆皇帝上位才改庆元宫，是这样的哦，了解，是这样的。是，那因为我们 Google 还有一个比较就是比较伤心的典故，就是有关于228事件。228事件我这样哈、那个时候是228事件。因为头城那时候交通不方便，那些人本来是要从宜兰运到八亚区那边哦，
这个给它弄掉，结果那个五营这个桥哦，开南路这个桥哦，木桥坏掉了，不能过去，不能过去。庆元宫的广场哦，不是这样，以前这里有皇宫洞，皇宫洞的下面哦，皇宫洞下面才有那个大树，大树底下有一口水井，当时那时候哈、哦，有二二八事件的话，把那些人呢、哦，在这个地方处决。处决了以后，第二天家属来领这个田回去，是这样的。嗯，还有前面庆元宫还没有变成庆元宫的时候，这里有乌石港，乌石港是这个庆元宫前面的一条港啊、哦。在民国十三年的时候啊、哦嗯，这个台风土石流，土石流把这个港淹没掉。嗯，淹没掉了以后，变成那个地方是新生地嘛，对不对？新生地政府就开放给民众申请来这个种植嘛，对不对？种植啊，所以这个地方哦，以前很热闹，有十三行，有十三行，十三行是从大陆运那个粮食的、运米的、运马灰的，在这个地方庆元宫当做市集的地方。嗯，那个这里以前是没有庙住，以前没有庙住，是当地的隔壁的人来这边哦。庙旗对不对哈、哦？拿那个磅秤对不对哈、哦？啊，这个地瓜几公斤？啊，这个菜几斤？几块钱？收起那个零用钱来当这个庆元宫的那个油箱，是这样的。好、哦，所以当时很盛世的这个有那个十三行，十三行的简称对不对啊？嗯嗯嗯，就是有那个这里有一个乌石港，乌石港被那个土石流，民国十三年甲子年嘛，甲子年被那个。大水啊，土石流淹没掉。哦，啊，是这样的，所以才能够盖这一座庙，这样。这座庙，那个土石流没有土石流以前就有这个庙，1768年就有这个庙了。后来就是慢慢改建，慢慢一直改建，扩建到这个模样的话，哈、哦，才奔1796年，嘉庆皇帝元年就位，才改庆元宫。哦，了解。到今年都254年了。哈哈。啊，我们这边的石碑啊、哦，减少28年。哇。这边是从1796年开始。嗯哼哼哼。啊，减少28年，在我给他考据了以后，减少28年。是。所以再增加28年，刚好到今年是254年。那请教您在这边服务了多久？我在这里服务了，我算一算，修建于4年。就明辉12年，我在这里22年。22年、嗯，那中间有没有您比较特别难忘的经验？这边是这样子的，是我们每年3月23号，嗯哼，妈祖生日诞生之后，是，我们这边有租那个哈、哦、游览车，哦，到中南部哈、哦嗯、去请那边的妈祖，嗯哼，那个先人的叫请妈祖来过来这里啊、哦。参加我们这边的那个庆典活动，哦，啊，几间庙了，淡水的关天后宫，那个关渡宫，啊有，啊，我们有去，彰化的南寮宫，新港的奉天宫，哦，啊，北港的朝天宫，鹿港的天后宫，嗯哼哼，这五个宫庙的话，我们每年都会去那边，请那边的妈祖到这边来，哦、到这边来坐镇啊，然后参加这边的那个祝寿活动，绕街活动啊。祈求国泰啊、哦，民安啊、哦，好，这个风调雨顺这样的嘛哈、哦。所以我们不是以绕境的活动，哎、是像您刚刚讲的方式这样子。对对对，是。哦。然后啊、哦，到了四月初的话啊、哦，我们才把这五尊的妈祖哦送回他们原来的宫庙。哦，了解、哎。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观众朋友说呢？我要跟各位讲就是。我们本来是有进香到那个五个地方去请妈祖，对不对？就是那个关渡宫哦，以前还没有那个财团法人在管理的时候哦，对，我们请妈祖，我们一天300块，对不对哈？对，那个时候我们要油箱钱2000、3000，他没有计较。嗯哼，后来他们有财团法人管理的话哈，以一天计算，你到那个关渡宫去请妈祖的话，嗯哼，一天300块。哇，他们那个妈祖在这里要1万多块钱。哦。最后呢，我们委员会决定说，那这样子，我们请示妈祖，
是不是请妈祖啊、哦，可以让关渡宫的妈祖的常来这边住驾，哦，永远在这边住驾啊、哦。嗯我们这边的妈祖给他请示那个圣杯以后呢，我们就去那个关渡宫那边请示，关渡的妈祖好可以，我们可以分灵到这个庆元宫来。哦，所以最先是关渡宫的妈祖到这边来分灵。嗯哼，哦。婚礼呢？因为我们以前以后回去的话，就是妈祖回娘家嘛。哦，进香回娘家再带回来，这边住家在这里。哦，所以这蛮特别的哈。对对对。在到最后几年呢、哦，我们认为说，将来大家要这个招募这个信徒去进香哦，嗯哼，比较困难一点。是。所以我们就请示这边的妈祖，是不是其他的？奉天宫的、朝天宫的、天禄宫的、南庙宫的妈祖，是不是可以请到我们头城庆元宫来住驾，永远住在这里？然后在这个妈祖二十三号的以前，再回去这个原本的宫庙，哎，宫庙啊，回来对不对啊？对，你是回娘家，回娘家以后，我们一次进香去了就一次就回来这边住驾，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哦，了解。是。所以现在我们这边有这个关渡宫的妈祖啊、嗯哦，还有那个南寮宫的妈祖，嗯哼，新港奉天宫的妈祖，北港朝天宫的妈祖，鹿港的天禄宫妈祖，已经永远住驾在这个地方，哇，已经分灵过来这里了。所以我们今年要回去的话，一次就可以了，不要两次，一次就可以了。所以妈祖回娘家。再回来住下这里哦，所以就是每年最大的活动就是三月份的活动。OK， 好，那谢谢林里长，谢谢您。那还有什么话要特别跟观众朋友说吗？刚好是今天是正月初四哈、哦，迎神日哈、哦，是我希望哈、哦，我们全国的民众哈、哦、都平安哈、哦，顺利，大家发财哈、哦，心想事成。大家平安过日子啊，经济发达，疫情赶快解除，我们可以过正常生活。就是我们这个拜神明也是这样啊，祈求哈、啊、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大家平安过日子哈、啊，把经济带动起来，让台湾人民生活更好。这个让世界了解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圣地的国家。是，好，感谢您，谢谢您的接受访问，谢谢。Yagami on. Take a potato chip and eat it. Ladies first. You like it?